两个死掉了，一个在肚子里面的。哦，OK，带着两个宝宝去内地工作这件事情，就是年龄的好姐妹，就是如说话在为了姐妹们，他们其实几个月就见你，已经忍着在怀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怀疑可能，但是也不确定，因为我真的是谁都没有说，除了，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担心这个情况，对，所以。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秘密也守得挺厉害的。对。他们现在就是全部封你为偶像。谢谢他们，我希望他们快点，赶快。你就想谁先？谁都可以，除了乌龟胃吧。我会担心，就是已经有两个宝贝儿子，不会特别希望这一胎是女儿。如果是儿子的话，会不会还要生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其实我自己还好，我自己就是。没所谓，我觉得健康就好了。但我老公确实是希望更多的，看吧，我觉得健康就好。可是也就三个就够了吗？差不多了，会蛮忙的，对。